行我马保国，一混元兴义太极门掌门人的身份，向大家回报一下为什么中国正宗的传统功夫比西方的 MMA 搏击术要好得多。这是我2015年3月12号在伦敦和英国的90公斤太拳王巴西柔术搏击冠军，他还是欧洲 MMA 搏击冠军，他的名字叫皮特·厄里，实打的录像就是比武的录像。这里面有一个切换化动作，就是他出手了，我接住以后他打了他，就这个动作。中国传统功夫还真打法就是要打切换发，四两拨千斤。切换发这是接手，这是化劲儿，这是我们中国都有的，这是发劲儿。接化发，如果同志你没有学会接化发，就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功夫，说你能代表传统功夫，你是代表不了的。我们祖传的山东马家功夫和马家内功，我们所有的功夫都是以马家功夫和马家内功开心的。马家功夫没有套路，只有散手。我父亲参加抗日战争，和日本鬼子进行过白刃战，杀他们易如反掌。这个内功比较复杂，如果你练得不好，可能走火入魔。所谓走火入魔，就是体内的经络乱行，不按规律行走，这个人就废了。你看，打了，好，进来了。没重心，那这打的时间就是全身发力，大声。因为第一批传过的国家三队的教练，全部来自民间。全部是传统功夫的高手，散打教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他们都是来自民间。中国传统功夫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。中国传统功夫是世界独一无二的